子健啊，我们家的事情啊，还是要这两位母后答应才可以哦。请问两位母后大人，你们上次说心里面已经有个答案了，但是要等到武林大会开完才能说。那现在大家都同意了，请问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。你说。其实妈咪比较喜欢 Vito， 但是你既然选择子健，那妈咪就支持你喽。谢谢妈咪。该谢谢的人是我。哦，我听到你啊，是深呼吸三次才同意的呢。你哦，个性伤恰啦，恰白白。不然我想想吼，这嘛是叫做率真啦。反正哦，阮子健就是爱你这种的，才敢会乖。好啦，啊，我们两个妈咪吼都已经讨论好了啊。我们决定呢，不阻止你们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再一次当亲家了，恭喜恭喜！这个喜上加喜，双喜临门，你两家终于哦要停止干戈和矛盾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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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啊！但是你们两个要在一起，我们还有一个条件啊，还有条件。好，不管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们。话不要说那么早哦，到时候怕你会后悔。吴德超，啊，有，退出来啊，请假了。明天看移不移。嗯。明仔啊，姨，是以开光哦，进士嫁娶，明仔好日啦。这样很好哦，明天你们两个就一起去户政事务所给我登记结婚。啊？明天要结婚？这么突然哦？这就是我们的条件。